跳舞上，没想干嘛？你说嘛？没有，没想干嘛呀？就是总是跟你比较熟嘛，就总是连你跟别人也不知道连谁。哦，可以啊，我以为你要来报仇我呢。我报什么仇啊？你说我哦，穿穿搭呀？搭。对呀。哦，提醒我了，我们就玩这个你吧。别哎，你这一套就是一套一系列的演戏，是不是啊？假装让我说起真这的件事是，情，然后又装着哦，原来这样。那不然真的咱俩是，出去玩也行啊，我们可以去啊。看看美女，你带我，我带你。我没有美女啊，你怎么会没有呢？你想玩什么嘛？或者是我俩玩也行。你怎么又变了呢？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看美女的吗？我俩也可以玩儿，不是我看，是他要看。我要看，我们在旁边。我要看，我随便可以看呀。你少来，刚刚这话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哦，那我们玩别的吧，玩别的吧。什么呢？咱们玩两个人玩也行，四个人玩也行。我觉得。啊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你别都可以了，以后你就得回答我，我也回答你。两个人吧，那就，那两个人咱们玩什么呢？真心话。哼。好啊，可以啊，还是你想玩什么吗？还是你想看我俩玩穿搭？哎，我俩玩穿搭也是。你要跟我玩穿搭的话，那我们俩可以晚一点玩一把穿搭，因为晚一点嘛，因为刚刚那个我懒得换了，我待会儿你要给我搭就是上。下锅下的比较早，如你果几你点要晚下一点嘛？的话，那几点不如下？就玩真心话了，12点多一点点。那还1个小时呢，待会儿可能咱们还会连上呢。那我们俩先玩一个玩什么？真真心心话话，吗？不是。来嘛。我们要不要玩一个刺激的？我们玩一个，就是先把真心话给放出来，谁输谁回答这又个问来，又题。想这套路。嘿，我不是套路，我靠，这个是看谁赢，这个是看自己。我还没想好。因为我肯定，你问我，你肯定会问我一些那个呀。我问你，那我肯哪个定，呀？那我谁知道你要问我些啥呀？我还是害怕。我真没想好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的那个什么，我很温柔的。我也害怕，他也害怕。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害怕。你没有什么害怕的，那你就不怕我问你一些？行，我怕你问我啥。我有分寸，我有分寸，我这个人。那咱们来吧，咱们就玩一个，在打人气呢，你们。你打不打？我还一没起打打，呢，一打起十一打呀。点的，他们说11点的能管2天。打12点才管2天，他们说11点也管2天，11点不管2天吗？11点管2天吗？各位，管2天吗？你们说的哦，我看一下他们回答我啊，我也等他们回。没有人他们回说答不我。管，他们不管，只有12点到1点才管2天，不管。那前面是谁跟我说11点的管2天啊？我真是，好吧，好吧。对，不可能。你这个管2天是今天和明天，然后如果你12点到1点打的话，你是明天后天。哦，那你今天这样打那的就话，是等一天嘛。你这个就管1天，明天打就管两没天。事，我们打着呢，继续打吧。那个真心话还玩不玩呀？玩啊，咱们。我们都握个手，放过彼此，好吧？来嘛，来嘛。握手。来嘛，来嘛，来嘛。拉乌玩，那我们就玩四人啊。可以呀、啊，不过刚刚我看他在玩，所以那我他看一下好他像俩不在不拉在。哦，在。那泡我泡拉在不过在你呀？再拉一个，我拉过了。他进来了吗？应该是节奏吧。来了来了。
我跟东东没戏。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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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卡姐小太阳，跟拉我卡了有点，跟拉我有点卡了。那我看一下，泡泡在打，泡泡这么快啊，泡泡。他刚刚我才跟他挂了呀。对啊。他好迅速啊。那这边再拉一个谁呢？哦，摁掉。哦，摁掉。哦，明白。哦，这个真的很洗脑。哦，摁掉歌。泡泡他好。小坦，小坦，你要去大理了，过完年真去了。我是说我想去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啊？他们说了，有粉丝传话。我靠，这么快都传到你那儿去了？对啊，说你要去大理玩呢。我说 我不是也在那个说了吗？我说去大理生活一个月。啊，你怎的去干啥呢？自己一个人？不是一个人，等我耍个朋友我就去。那你过年前你就能耍到朋友，哪有那么快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年前去嘛？妈，这个传话就这么传遍味儿了。他们说你过年要去，你果然不回去过年，你才不回去过年呢，神经啊！你过年在哪过呀、啊，小天？哇，你的粉丝都揣测你的私生活了吗？我天！那肯定啊，我过年回家过年，我是说我找了过年肯定是要回家过年、啊。对啊，我等我谈上恋爱了，我就会我原话是说我许一个愿，就许我今年能够找一个女朋友，我想跟她去大理生活一个月，这是我的原话。我靠，直接我过年就是大理过了，跟我说的。那粉丝传话真的很搞笑，真的累了，疲惫了。我看还有谁没？你累了，你每一点你都要解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们两个生气了，我现在。我也看一下，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啊、哦？乔瑞又是谁啊？我都不认识好多。我拉的谁呢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我都不认识。小江呢？可以啊。但我们玩一个，今天我刚看小仙跳了一个舞，小仙那舞是真好看。那天那跳舞，那今天跳舞。得得得得得得，这把是才艺局。这想你直接面露难色了，已经。想自驾，对我自驾，我把小马也带着。怎么仙女片不能说话啊？你在成都，你可以自驾川西呀、啊。我本来计划要去的，因为。川西，对，等我找到，等我找到跟我一起自驾的那人，我就自驾去。确实，一个的女人在自驾很危险，确实，而且最主要是孤独啊。我说你不介意多两个女生跟你一起自驾吧？两个女生不建议我，哦，两个建议，不建议，不建议。要是说人越多越 好玩，对，然后呜呜也来，大家一起，我也去大理吗？我觉得有一点遥远，怎么会遥远？不可能，因为我远在福建，福建坐个飞机来成都，咱们开车去大理。我去成都没有家，你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那我觉得 OK， 可以去住一下。Okay， 一起，咱们一起开车去，开两个车，搞一个两个车，六个八个七个八个人，对，去租三个房子，两个人一间，没错，住上一个月，我们去，咱们去那里快乐旅行直播，没错，像综艺一样，非常的好看，太开心，像综艺一样，没有错。小夏，你吃晚饭了吗？肯定吃了，都是夜宵了，都快。妈，几点了？问吃晚饭没？早对啊，十二点，我俩就一天都要结束了。这个早话嘛，八个人三个房间，你别管，我们自由安排。玩这一局，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玩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玩你玩什么？你说了算，玩什么？那就我们就一二，最后三四，
三四做奖励。OK OK， 笑的脸都酸了。现在开始，一二决定玩什么？我们闭麦，闭麦，最后开始 Go。OK OK OK， 嗯，呀，我点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独挡一面。原来你是一个。再来一局，他也是这样的。再来一局，没关系，我独挡一面。OK， 最后的时候算分，对，算在一起。嗯，闭麦，闭麦。OK， 闭麦。怎么奖励？那就想象跳个舞。好久没看了，那确实真的很久没看跳舞了。你可以说话，你可以说话。跳什么呢？跳一个，他们说你跳你个超拿手的，跳一个超拿手的那种哈。没有超拿手，一点儿拿手吧，那就。我很久没跳了，可能跳的不太好。他们让我跳刚刚那个，那就刚刚那个。吴姐看过了。吴姐刚刚就是夸你那个跳的好。献丑了，献丑了。吃啥呢你呢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去哪儿？还卡吗？哦。丹东草莓。刚卡了，现在还卡吗？牛牛牛，不卡了，不卡了。现在还卡不卡？我现在还卡不卡？不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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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是奖励什么？等一会儿嘛，等这个跳完嘛。那你说，那个阿卡说一下，奖励小屋什么？我都行呀，也才一点要不？私が言ってあげる。嘛。可以，真的很久没看你跳舞了，感觉好像都忘了你会跳舞这事儿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好久没，是吧？嗯，看过仙女跳舞。谢谢。哎，我去，我也整个特效。非常好，辛苦了，想跳舞啊？我要跳舞啊。你想跳啊？那你也跳个这个，那你也跳个这个嘛。可以，你等一下，我找个适合我的特效。哇。这个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哇，好美呀、啊！真的有点美。这能跳舞不？看到你啥呀？哇、哦，你好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这怎么看不到了？你这个 BGM 叫什么，小香？一酷一 KU。
我哪听得懂啊？你给我拼一下呗。E K U， 写一哪个一啊？大写的一。我看看。E K U，K 是谁啊 ？K 是哪个 K 啊 ？K 啊 ？K 什么 K 啊？我的 K， 我的 K。啊，然后 U 嘞 ？U。啊啊 ，E K U 是吧 ？E K U 啊。一库一库。哦哦，来来了。这个有点看不清楚，这主要是。这看不清楚啊？看不清楚你身材了。那怎么样能看得清楚我身材？要不换一个特效吧。你看这个还把你的腰线都给你挡住，你身材那么好。半身变焦吗？是？哎，我去了，怎么还这样子的？那这个吧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也漂亮，这也漂亮。这个感觉好野，好野！我的眼睛好狠啊！哇哇！小香的啊、哦！哎，你真的精髓，你该有的你都有，真的。但是他那个扩胸我做的不是很好，我觉得很好哎。你出去然后再回来那一下，我感觉你有的你都有，还有他那个很快的那个真的有。哇，学习好强，嗯。跳舞的这个东西看一看，确实就会。我靠，真的牛啊！太惊讶了，真的好捧场。他真的有，他真的有东西，他真的会跳舞啊，并不是我们就是夸他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因为我是学跳舞的，会跳一点，所以我懂这种，我懂这些东西。我要让你像你以后多跳点，我多学点。行。嘴巴今天涂了个什么颜色、还是滤镜啊？滤镜啊，我涂这个颜色怎么？我说这么妖娆啊？这太吸血鬼的感觉了。腰真的可以，对他腰真的挺细的，他腰真的挺细的。我腰很有力，跳舞的话需要腰有力。腰很有力啊！我可以就是。对啊，我就是如果躺在地板上，我可以伏地挺，就是挺起来。不可能。可以躺起来伏地，那叫什么鲤鱼打挺？不可能，又在那吹。我去，我骗你干嘛？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啊？我不信。他们直播间有人有看到过的吧？但是现在没什么人看到。那你就在那吹呗。你等会打 PK， 你连我输了给你鲤鱼打挺。行。我去了，马上下场。他们在我这说了，说你会。真会啊！我真会、啊，我不开玩笑的。那现在咱们来了。直接打下一把了，这个当时我是真会。行，那我待会儿要找你玩这个，我要看你鲤鱼打挺。行行，等会玩鲤鱼打挺的好吧？行啊，好。谁输谁鲤鱼打挺 啊？谁敢加入了？待会儿我也你输了，我输了，我也鲤鱼打挺啊！我去，你别开玩笑啊！我肯定不开、啊。怎么是鲤鱼打挺、啊？是。